冲上去，啊，冲上去，好吗？这种叫什么呢？开天辟地啊！不要冲动，晴天霹雳，晴天霹雳是什么？嗯，要要挂？要。这里有个钉哦。没有，都有钉。啊。哦。立起来的。嗯。嗯，你要踩回去啊？哪一组？人设。很像。嗯。上去，上去，来上去。哇，后面人死掉了，你在后来都没有做空。那个树枝闯得动吗？闯得动，闯得动，该中了几个。来来来，挖了挖了，收收收收收收收。讲过，别动了，真的。要玩啊！要玩我就拿这个回来放在这里。在那边有一只木材啊，拿来放这个洞。放哪个洞？右边这个洞。是等我们的车像你们这样强了才玩这种路吗？我们的车全部都不是这样子，像你们这样的车哪里可能？哦，那边还没过，搞到了。他真的踩了。你要吹？嗯？这个？开外。哦，对向没有对向。外吗？现在是。拆掉！
拉一级啊，说三呢。哎，对，走开。转左，转右，转右 ，right。点啊！不要快，不要慢慢踩。慢慢慢慢，放一点，放一点。对啊。哎，靠近后面，再拉拉那个过去后面。停了，看control一下，control，你来，看这边啊，看，这个等一下你前面来，慢慢，不要踩，不能一下子快慢慢踩，慢慢踩那个break，来，过手了，后面的要到了，要移嘛。还有后尾那个木条一样，下回放出来。
后尾还是一条。再来一下子，第三个没有了。你也看不到了，谁也看不到了，终点要过了。终点要上。干了，打不还剩吗？哎，你这个，你这个，哎，你上地了，这个，休息休息。翔哥呢？你们翔哥吗？翔哥。然后那个牧师来送你，顶着他推给大家去。木啊，不是一蹲下去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蹲到你车脚吗？因为太长。啊，我去喝水，我看到。右手，右手啊！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！睡了。哇，过来！首先，首先，收身子先。也是有道理哦。